哦，金河大哥啊，这个六，这个赖大哥，我知道啊，前天我碰到他姑姑啊，哎，是姑姑还是阿姨啊？我没讲错，姑姑哦，是我的邻居啊。好，在场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各个县市的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啊，还有我们这个刚刚看到还有我们希望商工会哦，还有很多这个各个我们医药界的前辈先进哈，还有我们各位药剂商工会的所有这个大哥大姐哈，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区哪一个县市啊，还有包括我们在桃园市的各个这个会兄会嫂啊、会姐啊、这个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太搞饭，太搞后，干杯吧，干杯后。好、哦，我是黄继平，先在这边进驻我们药剂师工会会务窗口蒸蒸日上，然后刚好也用我的名字借题发挥，也进驻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贵宾哦，都能够平平安安，万事如意啊！再过几个礼拜就是那个端午节哦，也趁这个机会祝大家心想事成啊、一定包中哦！不管你的心愿是许下什么啊、不管是在自己的个人的事业上、家庭上，还有这个生活上啊、全部都如意。那建平刚刚也跟我们在今天到场的所有来一起祝贺的所有的这个民意代表和贵宾一样哦、年底的11月24号选举啊，也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高票当选啊，心想事成也能够包中啊！所以在这边啊，祝福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在我们这个理事长、秘书长这么多大哥前辈的带领之下，心想什么都一定包中。所以静平在这边祝福我们药剂师工会，还有祝福我们所有在场的贵宾、帅哥、美女们，有你们在啊、有你们真好。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态给高满舒服以后能够心想事成。谢谢大家，祝福太几个都下来的，谢谢，谢谢。有人有粉丝在那边找你拍照啊，不过很。